一好两坏。这一把球打成了在左外野方向的飞球，打得相当的深远。这个球结果是在接力红包。高过去三分打你的全垒打，这是一个背号重伤害，左外野方向的三分炮。不过现在牛队这边是有点意见，认为说这是一个 foul ball。那当然全垒打和 foul ball 是差很多的，对，但是中华之棒是可以利用那个 video replay 来要求。三分打点的全垒打，现在比数一下子变成了4-0了，所以裁判要进去看了，是零，这也是现在牛队唯一可以去做的，唯一可以争取的，对，这个不做就是4-0，做还有机会变成，那要看一下。不过刚刚，三垒手也是紧盯着这个球，然后最后就是很谨慎的判定这是一个三分打点的全垒打。现在比数一下子变成了4-0。我第一时间07位好像，从他角度认为他是一个界外球，没错。不过站在那个角度是不好认定。好，我们带大家一起来看一下，这一棒真的是轰得相当深远。如果是这个角度，裁判也很难。